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李贝，我们学习词汇吧。出言，从出言开始。出言就是，上台表演吧，不是表演，上台，演出这样的例子吧。出言，演就是这个吧。出言，哦。我这是秀秀的东西吧？出演就是出现在，台场，是台场吧？演台上，这是我的猜测。出现在演台上，出演呢？不是在词典里，出演我假想他。我的猜测对不对？出言，OK，那我 pickle 一下这个词汇吧。出言，出言，perform put on a show appear on stage。OK，中文的定义，OK，词典那个 pickle 上的词典里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演出 ，OK，演出。第二个定义就是扮演，扮演角色，扮演角色，to play the part。但是我这里就是英语的那个 to appear on stage，应该是那样吧。也不同的词典有不同的定义。我们看看，不是扮演，出演，出演，他出演过西部片，starred in Western films，出演，starred in，他和他在这个电影中，这是什么？联袂，我没有遇到过这个汉字。袂，联袂，联袂出演男女主角，出演。OK，这个有一点像扮演，我觉得这里是扮演。出片。我觉得这个英语插件词典不完整，我不完整，因为出演。因为也没有那个扮演的意思吧？To appear in a show，就是 to appear as，也许他们写的第一个意思还行吧。他出演一名杂货店店员，杂货店就是 convenience store，grocery store，杂货店，不是那个 $2 shop 那样的吧？我们看看图片，杂货店里有什么杂货？就是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没有具体的定义，就是想卖什么就有什么，有点，你知道在澳大利亚有那个 $2 shop，$2 shop 应该是这个吧，杂货店，杂货店，我认为应该是那个吧。$2 things，$2 superstore，你看，这是$2、$1、$3，是的，我认为这是这是什么？墨尔本，我来自墨尔本。这是应该，Warringal，这是墨尔本的郊区。这是在墨尔本，那个市里。这是在那个 Swanston Street，如果我记得对，Swanston Street。
就是你需要下楼，可以买很多那个甩货。我认为这些应该是那样吧，杂货店。OK，出演一名杂货店店员就是工人吧，那个出演角色。他曾出演热门电视剧《X 档案》啊，《X Files》，这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还可以吧，但是有的时候就有点恐怖吧。好，出演就是 to appear on stage, to appear in a show。好，就是那个吧。可以的，下一个词，出洋相，这个我不知道。OK，但是我该猜猜吧。出洋相，出洋相，OK，出是，出去就是去，洋就是海洋的洋。现在，就是很多中国人用洋，就是代表外国的东西，外国的地方，这样吧。相，哦，也许是相，四声吧，就是出洋相，出洋相。我看看，标准说是什么？出嘟嘟嘟嘟嘟，也许我应该用那个叫什么书签，应该用书签，这样我可以更快的找到标准这本参考书里面的内容。出什么？出洋相。出洋相，除此之外，出主意，出洋相，也出洋相，那个相是四声的相，出洋相，相，出洋相，出洋相，好，我认为就是。有，和外国人的面貌这样，有外国人的面貌，这样吗？出洋相？哦，不是吧？好像我刚才就出洋相吧？哦，出洋就是 go abroad，出洋相。那为什么洋相？那个洋指的是外国的那个东西，外国的习惯。也许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行为很奇怪，很古怪。其实也因为 OK，我在家里不穿鞋子，不穿那呃不带那我不穿那个拖鞋。也许我的室友认为我有一点古怪。比起在中国，大家都穿着那个拖鞋，你知道吗？拖鞋，不是那个拖鞋。所以我搬到这里的时候，也许，也就这类的吧。我的室友对我问啊，哦，你可以借我的拖鞋？我说是。也许他们没有遇到过和我一样的人，但是我就是与众不同，也许就是西方人的文化喜欢与众不同。OK，洋相，social gaffe or blunder，OK，就是出毛病这样的结构吧，语法结构，出洋相。出别人的洋相，no，出别人的洋相，出进洋相，
really made a fool of himself. 出别人的样子, make fun of other people. 出啪啪的洋相. 出谁谁谁的洋相. 相. Chu Yang Xiang. Okay, Hassan. Hassan should be our Xiaojin, that's the way back. Nato Luzi, Luzi, Nato Luzi, Chu Yang Xiang, the Gushi. You should all nigger Chongi, but Chi Lu Jiao Lu. Chi Lu. 角驴骑驴角驴我写的不对吗我写的是那个驴那个元素这个吧骑驴角驴 To search for the mule while riding 就是我听到这个成语的时候骑驴角驴我不想我不禁想起 我之前的老板 我曾经在一个工厂工作 在那里有一个来自新西兰的人 他的口音有点重吧可以说这样说口音有点重就是新西兰的口音有点重 可是也 他总是 是我那个丢他的眼睛总是丢了，他经常来 ，Where are my glasses？ 就是就这样，就是找到想要找到他的眼睛，所以骑驴角驴就是也许就是在他的头上，或者他就是戴着他的眼睛，等着 Where are my glasses？ 现在我也许我可以说我的手机哪里呢我手机丢了手机哪里呢就是骑驴角驴我们怎么到这个话那个驴是那个aluminium铝罐 铝箔 An aluminium foil 铝箔因为我有科学背景所以我学过了很多元素 OK 出洋相 To make fun of Make a fool of oneself 原因是我们都怕出洋相 The reason is we are all afraid to make fools of ourselves.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Oh, 越是重要的演讲心里越恐慌恐怕和慌忙是那个吧慌忙也就是慌忙 no, 不是慌忙,荒唐 No, 不是这个吧 慌张 这个吧 慌张 OK, 我就是慌忙 有慌忙,有荒唐 有慌张 Panic is absurd, OK 慌忙 In a great hurry, 就是你那么忙，就是慌张这个程度的忙，荒唐，就是叫什么谬啊，荒谬，这个荒，OK，荒唐就是荒谬吧。
Okay, 也许我回去吧。出游，出游。Okay, 我先更新这个吧。好 ，No， 就是出游吧。出游，旅游的游，出游。我先猜猜，出游，就是出去旅游吧。这是吧，出游。OK， 那没什么难。哦，我忘了查词典，出洋相。出洋相在词典里就是闹笑话，就是这个吧。丢愁，丢愁。好，出游。就是出去游历，就是词典里的定义，就是出去游历。这个游历我没有遇到过。游历，出去游历也应该可以说出去旅游，我觉得意思差不多完全一样吧。出去游历，出游各地，以广见闻，就是 travel to everywhere， to broaden your experiences， 见闻，出游。禁止了出游，也许在疫情期间内就是禁止了，那个政府会禁止出游。我们打算星期六乘帆船出游，就是 take a sailboat， yeah， 帆是医生，OK， 乘帆船。Yeah， 乘帆船出游。你喜欢出游吗？可以这么说吗？喜欢。Yeah， 总是喜欢出游。Yeah， 就是如果你参加参加笔试考试的时候，也许你忘了怎么说旅游，也许忘了旅游的旅怎么写，忘了，也许要用这个词，这个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如果你参加笔试考试，应该知道这个词汇，好在 ，fortunately， 这个很简单的写。但是也许就是有运气或者这类的吧，有就是比较复杂，出游，我觉得这个可以吧，我觉得一起出游，少出游，少阅读，为什么？少购买 ，read less， 好，这是个出游的好日子，是不是 ？It's a good day for an outing. OK， 就是这个吧。我觉得没那么难。好，下一个词是出众。老实说，我不知道出众是什么意思吧。众是，很多人，这个是群众。出是突出，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吗？出众，或者是从那个群众里面出去，就是我两个猜测，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吧，或者两个可能都是不对的吧。出众，这是与众不同吧，应该是褒义词吧。那个与众不同也许在一些人们的
在一些人们的脑海里，也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看与众不同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在我生长的过程中，就是老师们总是鼓励你们，做什么与众不同。如果你完全和另外一个人一样，或者大多数人一样，就是平均人一样，那你那你可以就是轻易的被别人替代，对吗？就是有，就是与众不同，就是你不能，没有人能够替代你。好，就是与众不同吧。就是七点里的定义，也是这个word。七点里的定义就是超出众人，不一般，超出众人，也许这可能是我频道的名字吧，超出众人 it's better than everyone 出众 better than everyone 但是 OK 众人是什么意思，我这里不是就是那么严厉的众人，大家很多人也很多人没有那么严厉，不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是一些99%的人吧。不一般。OK， 出众就是形容词。你需要注意这个吧。就是出众，你看那个出看起来是那个动词，但是是形容词。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吧。动人看起来是动词，但是是形容词吧。就是很动人。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注意这个吧，这是很重要。你需要知道词类是形容词、动词、名词等等。出众，他的智慧和气质与他的同样出众，就是和他一样。出众，十分出众。他穿着白色晚礼服，显得十分出众。OK， 这里是他的智慧和气质，这里是他的衣服是与众不同。我被他出众的推销术数。不是数，这是迷住了。推销术迷住了。OK， salesmanship， 这是一种比喻吧。或者 OK， 推销就是 sales， 意思是 sales， 推销术那个就是技术的术，这里是后缀的用法。推销术迷住了，就是也迷住了。我刚才以为他这个汉字是数序的数。不一样吧。好，迷住了，就是着迷。着迷。他以出众的相貌，他以出众的相貌和富有魅力的个性闻名，这个汉字我不知道，这个汉字也不知道。
文明遐迩。好，也、yeah, 你可以看文明，知道这个成语的意思吧？遐迩，遐迩就是远的意思吧？迩是近。OK， 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遇到过，所以我不会，学习吧，就是我学习的哲理吧，就是如果我第一次遇到词汇不用学习，第二次应该不用学习，第三次这可以保证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个词汇，这样值得学习，你可以学习这个吧，但是就是遇到那个一个词汇。没遇到三次就是不值得学习，也许有的词汇也许会不会再次出现，也许你读就是读一年的书，这是花一年读书这类的吧，不会出现。如果你现在学习这个比较少见的词汇真的是浪费时间吧。所以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建议，就是学生没有遇到过三次的词汇就是不值得学习。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词汇应该多阅读吧，多阅读或者多看中文视频吧。他们对他不予理会，不予理会。就是爱理不理，他不出众，一点也不优秀。OK, he's not outstanding and not remarkable. 就是霍比特人也许是有点那样吧。你看霍比特人那个 Hobbit, 那个霍比特人，也许你认为他们没什么大不了，他们真的不出众，他们真的不优秀。但是他们的行为很容易他们的我怎么说就是你可以很容易低估这些霍比特人。天才出众的孩子OK, talent above outstanding, outstanding talent, outstandingly talented,Kids 可能觉得与班上的同学格格不入。Yeah. OK, 这是出众，就是与众不同，我觉得吧，与众不同，你知道这个吧，与众不同，与众不同。我觉得就是出众的意思吧。与众不同，跟众人不一样，出众，超出众人，OK, 与众不同可能是不好的意思吗？就是也许你是残疾人，就是他与众不同，也许大部分人不是残疾人吧，这类的吧，他与众不同到了古怪的地步。他是个怪人。OK, 这里与众不同是不好的意思吧。但是也许出众是应该好的意思吧，出众就是不是那个出众，出众也许是好的意思吧，就是褒义词。褒义是那个义吗？词，褒义词，就是这个意思吧。褒义词是 a good word, 就是这个吧。
也许与众不同是综合的，综合的吧。女厨综合。也许我们遇到过出色，有点像出色吧，出众，出众，应该很近吧，出众，出色，很近。嗯，出色，出众。还有那个吧，卓越，啊，这个吧，卓越吧。也差不多吧。好，下一个词，出主意。OK， 就是想出啪啪啪主意，是好的主意，这样吧，就是我的猜测。我先猜测，猜一猜他的意思。但是我认为就是 think up an idea， 就是一个出主意， yeah， 太简单了吧。出主意，因为我你知道主意就是好主意，不好主意，那个就是这个吧 idea， 出主意，出主意，出主意，也不在词典里。出主意，出他们出一些好主意，出的主意，确定出，OK， 出您所知道的危险值，值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那个吧。是个怪人啊，但是我这个不行吧，确定出也许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一定是他出的主意，也出些主意。OK， 就是 think up ideas， 出主意。好，我觉得这个词汇太简单了。下一个吧，出资。OK， 资就是资本、资金、工资。哦，应该工资就是交工资吧？工资？那、no， 我不知道。我们查一查吧，出资。To fund, to put money in something, to invest. 这是投资吧？投资，你知道投资吗？投资，投资 ，to invest， 出资 ，to invest。也许出资是比较广的，那个出资的范围比较广。看看词典，出资，没有出资。出资，那我查一查 ，plico 出资，出资啊、提供资金啊 ，OK， 这是 plico 的定义，提供资金是 provide money，provide funds， 出资。这个建筑项目将由政府出资。OK， 由政府出资，由啪啪啪出资，国家同意出资，这个多少？创办他的公司，由谁出资？一个由银行出资和
操作的存款保护计划，这是一个东西，由欧洲纳税人出资成立。纳税人 taxpayer， 哦，纳税我知道是由欧盟出资 ，paid by the European Union， fund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由雇是雇吗？雇员 ？No， 也、yeah, 雇员，由雇员和雇主共同出资成 ，No 组成 ，funded by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由啪啪啪出资 ，funded by， 由啪啪啪出资。耶、yeah, 就是这个吧。出资者出资设立。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吗方面吧。没有吧就是动词。有啪啪啪出资。耶、yeah, 没什么奇怪的。好，下一个是出自，出自，出自。这个我不太知道吧？出自，啊、哦，这是来自，但是是出自这类的吧？出自不对吧？我出自。我出自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这是来自的意思吧？出自 ，OK， 这里你没有出自，出自和来自是什么区别的？我出自巴萨。啊、哦，这是巴萨，巴萨，no， 啊、哦，那个足球队吧，然后出自巴萨的青训系统，那 OK， 出自和来自是什么区别的吧？出自来自来源于 OK 这也 Pleco 的定义这里是来源于从啪啪啪产生啊从某时某地产生 from some place or time produced 这条引文出自哪本书它出自，它出自某一特定国家。It was produced from a particular factory. 有一些人认为它出自80世纪，这是你知道，这是。考试的时候需要知道这个吧。20世纪是1900以上以后，也就是，而且80年，这个是什么？有两个意思吧。80年是那个长度，不是一年，不是2年，是80年。而且80年也是1980年的简称，
小猪一本这个吧，就是 小时候那个，就是八十年，我八十年出生了吧，或者这类吧，或者八十年有这两个意思吧，需要小心这个吧。Yeah, OK, 这里八十年或一百年也许最好的例子吧。Yeah, 这个八十年哦，这个例子不错吧，这个八十年就是 the eighties, 对吗，这个时代。那个二十五年不是1925年，就是 25 years, 你看你需要注意这个吧，你参加考试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六级考试，也你看一眼那个答案，有四个选项，也许你的选项是60年、70年、80年、90年，但是你不知道这些答案指的是这个那时候，那时候还或者哪个长时间，需要注意这个吧。这是一个圈套吧，OK, 我讨论。好像出自最适合东西来自这些人应该来自，但是这里也可以用来自吧，而且我出自什么国家应该可以吧，哦，什么家庭。 I was produced in the Barcelona youth training system. 出自来自也许 OK, 有也许 它的区别重要，但是我发现在我经历中这些花时间就是找出这些两个词汇的区别有的时候不值得吧，就是你学到那个理论上的那个知识，但是就是你说话的时候就是在脑子里总是考虑，哦，是那个词汇还是这个词汇，就是让你更糊涂，因为你回顾也回顾那个解释，有人给你的解释也许就让你更糊涂，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吧。它和它有什么区别？来自某个地方，出自某本书、某人说的话，类似于引用字啊。OK, 这个你明白吗？这个 quoted from 出自那引用。OK。卡尔马克思引用了勃朗的话，这是他，但他没注明出自勃朗。No, 注明出自，没有注明。No, 对呀，他没有注明出自勃朗。OK, so this quote originated from.勃朗、本文所引用的所有电邮 OK, 备忘录和报告均，那个均是都的意思吧，均出自 Norex 公司上月提交的文件。OK, 这一切都从这个来源，就是出自这个吧，引用这个吧。也许人来自美国，人来自英国，人来自澳大利亚，这类的吧。
好像引用来自人，来自谁是比较美？除了中科以外，成龙这个吗？出自成龙，有成龙的那个引用，我可以看一看。也，出自成龙。OK， 没有成龙的引用吧？出自谁？出自谁？不知道。OK， 这是一个引用吧，一个说法，出自这儿。OK， 这儿这个也许孔子可以说 no， 出自孔子，可以这么说吗？是出自人。或者出自人的那个作文吧，出自孔子之口。但是这里你看，你记得吗？也许引用我们看到的例子就这样吧，出自那个人，也许这个句子不太好。出自我的侄女，这是出自一个人之口，出自人之口，出自之口，什么什么的之口，出自课本啊 ，OK， 什么出自课本？在多数情况下，试卷中只有 50% 内容出自课本。OK, at most, 试卷 at most 50% of the test, it comes from 课本 textbook. 出自后面可能是一个人吗？啊，这个不要了。这个现在不要了。出自孔子之手，出自孔子而非老子，这是人。非出自孔子 ，does not come from 孔子。非出自孔子什么？这句话出自《论语》，这是什么？子路。啊 ，OK。之口。OK， 就是和来自有一个区别吧，好像那个区别也有一点重要吧。也许我应该孔子之口，出自孔子之口，也许这个应该记住吧，这个结构应该记住。男尊女卑，真的吗？是 regard men as superiors， 是出自孔子之口吗？哦，那个他问那个问题，出自孔子，孔子之口，耶、yeah.。也许你参加考试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写，也许可能让你的让那个考官就是读你所写的那个人就让他糊涂吧，就哦很厉害，就是留下很深的印象吧。好，下一个吧，出走，就是出去走吗？
出走。我想不到其他的吧。Go walkabout, 出走。Go off, run away, leave home. 爱达后，柯林 ，Colin， 出走了 ，run off, took off, 出走了，出走者 ，runaways. OK, 出走了，不再次见，出走。出走。出走。OK, 词典那个 Plego 上的词典就是我给你看看。有点长。出奔。也许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吧。出奔。出走出奔。因环境或情绪所迫而迫而悄的离开家庭或所在地。好像就是 run away from home 这类的吧，孩子出走，离家出走。这是固定的搭配，离家出走，离家出走 ，to leave home。我16岁时离家出走，这个写下来吧，应该固定的搭配，离家不。他的儿子离家出走，加入了一个异教团体 heretical group， 还离家出走。 OK, leave home 继续 run away 这个吧，出走 go off run away。他出走了，留下累累债务。累累债务吧。也累累应该是二声吧。累累债务。他父亲出走时我才5岁。这是爸爸出走了吧。我16岁时离开出走。他13岁时离开出走。他们的儿子离家出走，这是什么？许多父亲一家出走，弃家出走，弃这是放弃的弃。青少年离家出走是很危险的。OK, 就是这个吧 ，run away。也许我们到这里吧。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吧，出走还有什么应该说的吧，也许我看看图片。离家出走就是 run away。 也许这样。OK, 我觉得可以吧。也许英语的那个 to run away, 也许有点像孩子生气的时候也许会出走，也许他们会走到路口就觉得我不允许过马路，需要拉着大人的手过马路，出走。但是好像很多这样的图片就是大人吧，他们出走。我的出走日记。
他出走了。离家出走的孩子。OK。嗯 ，OK， 我也许我们可以到这里吧。也许这一批词汇比较简单吧。嗯，也、yeah, 有的细节应该注意吧。好的，好的，那么我们到这里吧，下次聊，拜拜。